今天又来了一个神秘嘉宾啊，然后已经入住蓝调了，我们上去给他一起见个面，一起吃个饭，好吧？这个帽子谁送给你的？50块钱自己买的。我也买了一顶一模一样的，但是不见了。应该是，好像是在阿飞哥还是大红哥那里，开日结的工资我去买。很好看，我给我的欣赏水平一样，我买的一模一样。一模一样，不见了。哈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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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早上起来，你要早点来的话，我们一起吃饭。但是又落雨。第二次见面了，噶。第二次。就在那个见到一会儿，也是老西瓜了，玩西瓜，你玩西瓜。你早，你比我起码早玩半年一年多，你比我早玩。我是第一回看你是要厉害很的了，你是准备想改名字的时候，那时候你记不到，你说那时候你不叫200万了，你那个说了，巡演其实我那时候开始看你的那时候，我那时候你玩了好久了，那时候开始玩了好久了。改名字了，你玩了有4-5个月了。我从开头最先开始玩了，玩了有4-5个月了。对，那你比我早了，你比我早。西瓜玩了4-5个月。然后我就离开，差不多就离开横店了嘛。不是，有些人目前这个事情，你可能搞好稳的，可能说的是不是那些好乱的，可能说的话，你要我脾气的话，我到时候把我在乎，在都不在乎，不在乎哈。那你在乎那些让他说噻，诬陷就诬陷噻。你要正儿八经是事实，你就直接带我记噻。你想来偷白吗？你想？我本来玩网络那么久。这种东西让别人去说就行了噻，我要感谢他，帮我打广告，是不是？你说有好大个影响嘛？对我有啥子影响嘛？那些让他们去，他是羡慕的眼红的，你做得好，你做得白话的事，不是在说羡慕眼红，就是说那些网友他有些他没得事的，他就喜欢那种，你要说他像我们平常没有当。主播的时候，没有当自媒体人的时候，我们去看别个，我们还不是喜欢有点啥子事情，看些好看的，是，对不对嘛？你说我们这种不影响，对我没啥的。但是他说的还言之凿凿的，还好像他身上有很多证据一样，是吧？拿出来了，是吧？去查就行了噻。现在还是把你那个弄得有点困扰哈，请他来。他对我没得影响，没影响的。他对我一点影响都没得，只能说我跟他说了的。你如果是有那个我不得自己借，我没得必要。哎，没必要的。你有那个能力。哎，有的证据还多的话，哎，带我借。哎，带你去。我坐免费车去，我还难得自己打车去。是。那些百万澄清一下，那些事。我觉得没得。心在就行是吧？你心里面鬼都不怕鬼敲门是吧？心里面是吧？心里面你是清白的是吧？你是。我连视频都没拍过，说。哎，你都直播的时候说了哈儿嘞，你在直播的时候是吧？就直播。哎，别录了哈儿，别录了这样。就是有人录屏了，我就是想我自己都懒得说，就让他们录屏，让那些人看到就行了。是。本来就没得，自己你没得，你人正不怕影子歪。对。别个随便啷子说都没得影响的，你如果是有点啥子事，哎，别个一说你就害怕。是不是吧？哎，对，真有点啥子事你就害怕了。对，是。像我们啥子事情都没得，我们一直都是也不去害人，也不去整人。你从拍百万，你很多事情
很难求的事情你从来都不沾，很多事情很多那种人情世故那种你从来随便啦，我们从来你不得事，你从来不得事的人，可以我的良心说从来没去整过哪个害过哪个，从来没整过哪个害过哪个，线下从来没去搞过任何事情，包括啥子我连个小号都没得，从来不得去做啥子，然后因为啥子嘛，有很多人说要实锤我，哎呀要帮我整量啊，那个量肯定都会量，对不对吧？对。我觉得，啷个子你去整噻，啷个子整我自己都好去，啷个子整得到嘛？是。你说其他没啥子的。要得，我们下去吃饭嘛。要得要得哈，白王哥哈。吃啥子？随便的啊，随便。这天天我们在外头吃，都吃的，不晓得吃啥子了。去吃干锅。干锅你不想吃，干锅也不想吃。我们还是去吃那家炒菜嘛，那家炒菜味道可以。其他真的不晓得吃啥子了。对，反正是，哎呀，反正都是同情人来的，你晓得都是同情人。然后这，反正我那个有，就是我下午这一班出来的比较晚。我是的话，你白天下不了睡觉哈，白天下午都在睡，白天。晚上只要晚上一播，你看昨天又播到一两点钟，两三点钟睡。是。就是一般都起来的比较晚，再加上今天又落雨淅淅的。落雨淅淅的，是。你要理解啊。我没事，没事。白王哥，你能。能招待我见过面我都不错了，真的是不用过的，真的是。要得，我们就去吃饭了，这个视频就拍到这里啊。好的，各位朋友，拜拜哈，各位朋友，拜拜。